Right.好，那这是今天是10月19号，今天的上课的第一件事情是要宣布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再过2天，也就是这礼拜三的第一节课要小考，要做第二次小考，小考的范围是1.3到1.5。因为我们已经讲到第二章了，所以第一章必须给它做个总结。OK，然后那考试的范围主要是范围以下4大项：第一个 linear combination 线性组合，也就是说有一个向量给你另外2个向量，它是不是会不会表示这样另外2个向量的线性组合？OK，我用几个例子来跟大家讲一下，好吗？对，比如说，举个例子来跟大家讲一下，比如说新增页面，比如说类似这样子，我问你说蓝色的，我说二三是否可表一零与01之线性组合，若是，请告诉我它的系数是多少？啊，这个很简单啦，这样观察法就可以看得出来，我。二三是不是可以得到10跟01的线性组合？多少倍的这个加多少倍的这个，可以得到它呢？答案从观察法，我都可以看得出来是2倍的还是3倍的。所以所谓第一题的线性组合大概就是类似这个样子。那第二部分 subspace 呢，就是指空间咯。指空间要考什么题目呢？就是说，给你一个 subspace，它是不是指空间？如果是的话，为什么？如果不是的话，请你解释原因。OK，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比如说 S，比如说是 A 二，OK，A 属于 R。那比如说里面有什么东西？有02。有-1、2，只要第二个是二的，就是了。那 S is not a subspace because OK，那我们可以来看看说为什么这个东西它不是 subspace。那第三题呢，是说。线性独立与线性相关的问题，那我们讲过要回归定义，什么叫做 V1，Vn 如果是独立是什么意思？如果独立的话，表示 C1 V1 加上点点点加上 CN Vn 等于零向量，只有零解，叫做独立，好吗？只有零解叫做独立。那我们上课有讲过它的检测方法，请你再回去看一下上次的笔记。最后一题是 basis 跟 dimension。OK，basis、dimension of space。比如说，如果 S 是 A 跟 2B，A 跟 2B 是一个 subspace，啊，A 2B 会等于什么东西？参数提出来。10加上 B 倍的02，OK，所以 basis of S 是一个集合里面有2个向量，10跟02，那它的 dimension 呢，就是 basis 里面向量的个数，类似这样子。
那所有题目，请你所有这种题型呢，请你看上次的这个讲义的内容。记得这个是再回顾一下，今天一开始最重要的资讯是10月21号要小考，考试时间一个钟头，一节课50分钟。第二件重要事情是学校已经公布了第一学期的期中考的日程，你可以去学查一下学校公告，何谓是 I1，对不对？限定代数在这里，在哪里？是在这里，这是11月10号，11月10号，第几节课？第二节课，总共100分钟。OK，100分钟范围呢？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，今天是10月19，是吗？今天是10月19，礼拜一。然后这个是20，礼拜一。啊，这是礼拜三，21号。啊，再加7就是21。然后这是十月跟11月，OK，然后来看一下呢，这个11月在3号是礼拜几？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我们的日历。好吧，日历在这里，月历在这里，11月。如果是10月的话呢？10月，那今天是19、21、26、28、再来是26、28、2号、4号。就是26、28、2号、4号，再加7、9号、11号，所以这个东西9号已经开始考试了，所以这边是期中考周，是吗？就从这一开始就已经是停课了。所以总共我们还剩下几堂课呢？替各位数一下，好吗？今天有一堂课，礼拜三有一堂小考，有一堂课，然后再来26号有一堂课，然后我们应该是这两堂都会上课，这堂也会上课，最后面这个会和 Q3。Q3 在这里，然后 Q3 的前排，所以我们总共呢，含今天共还有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还有7小时，那还有2次的小考，还有2次的小考，还有2次的小考，所以考试的范围还可以很。还蛮远的，所以到时候再公布说期中考会考到什么地方。OK，好，给刚刚加入的同学，这礼拜三10月21号要小考，小考题型总共这4类题型，然后另外一件重要事情，期中考是10月11号全校统一考试。全校统一考试，我们的时间是排在10月11号，11月10号，礼拜二的10:20到12点。好，那我们就接下去我们第二章的范围，继续往下讲。上次讲到的范围是两个矩阵相乘的乘法。
两个矩阵相乘乘法是长这个样子。OK，我们讲过这个矩阵可以拆开来乘，不过我们要先讲第一个下面这个东西。如果矩阵乘以向量，如果这是一个矩阵，这是一个向量，看成什么东西？要看成这个是什么？这是矩阵 A。Column，矩阵 A 的线性组合，OK，是很小，这个也有点抽象，所以我们举个例子好吗？我们举个例子说，现在如果是矩阵乘以向量，矩阵乘以向量要怎么乘？比如说这样子，矩阵一二三四乘以两个向量，如果乘以一二嘞，根据以前的做法，你这边会得到，这边会得到什么东西？一二乘以一二的内积，三四。乘以一二的内积，所以你这边得到的是还没有点名，同学还没有点名，下课才会点名。对，这边是一乘以一，二乘以二是五，然后这边是三乘以一加四乘以二，所以三加八是，三加八是十一，这答案是这样，这是传统做法。哎，传统做法。那我现在如果用紫色这边来做的话，是什么东西？告诉你说，矩阵乘以向量，矩阵乘以向量可以表示成向量矩阵 column 的线性组合，矩阵 column 的线性组合。这矩阵 column 是一三，那这边又是二十，这是 column one，这是 column two。这两个 column 的线性组合，主要系数多少？这个是一，一是它，加上2倍，二是它，所以就会变成多少？就会变成一三加上四八，答案当然也是50。所以上次我们讲过这个东西呢。没有比较快，没有比较快。但有时可以提供不同的看法。或是算法。举例来说，比如说，还是用蓝色的。我如果现在是同样的，一二三四，我要乘以多少？如果乘以零二嘞，会掉什么样子？照以前的做法呢，你还是会这样做，说这个是一二零二，然后这边是三四。零二一啊，这样算，点点点，继续往下算。可是，如果你用这个新的看法，你知道矩阵乘以向量是矩阵 column 的线性组合，第一个组合系数是零，就不用算，所以是零倍的一三，加上2倍的二四。那这直接消掉，这是零零是吗？就不用看，所以直接答案，直接给答案是，直接给答案是四八，四八。OK，那同理，如果也是这边是一二三四，
如果剩一负一呢？一负一，那我就知道是一倍的一三。那这边是负的二四，所以这边就很容易得到是负一的负一。哎，所以回归到这里，重点就是这句话：没有比较怪，有时可以提供不同的算法跟看法。OK，好，那这个是刚刚打星星的第二部分。那如果这个东西把它合起来看，如果两个矩阵相乘的话，对，第二个矩阵可以把它拆成三个 color，拆成三个 color。那你这个每个东西都是什么？每一个东西都是矩阵乘向量。每个东西都是矩阵可以向量，那这样会不会快一点呢？来，我们来看看，随便举几个可能会比较快的例子，一二三四，然后这边是一零零零四啊，这样，这个是二乘二矩阵，这个是二乘三矩阵，你应该得到的是二乘三的。矩阵，二乘三矩阵就是要找这个六个点点的值，是吗？找这六个点点的值。那我们利用前面刚刚所讲过的新的算法，我先把这三个把它拆开。哎，这三个把它拆开，所以这边会得到一二二四乘以一零，然后再不是一零，这是第一个部分。或者说这样写会比较让你比较容易懂一点。来，我们用不同颜色，这个是紫色，这个是绿色。哎，然后当你这个东西跟这个红色相乘，会得到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二乘一，是吗？对，二乘二乘以二乘一也会得到二乘一。紫色呢，是中间的这个，这个是这个。绿色呢，得到最后结果的第三个哎，那你说这样有什么比较容易一点的话？因为如果你现在的 B 矩阵是有很多零，或是数字都很简单，那你看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写答案？哎，一二三四乘以一零，是不是一二三四的 first column？一二三四 first column，所以这个是得了以上。然后再来，我用红色写，这样比较清楚。所以一二三四得到一零得到 first color，然后紫色这部分两个零零得到一三二四线一组合零零，所以这边得到零零。哎，第三个零四我用绿色，零四是第二个 column 的四倍，所以这边是八，这边是16，所以这就是你的答案。哎，所以这是一个范例，还不错的一个范例，来告诉你说这个东西虽然不见得比较快，但是可以提供不同的看法跟算法。啊，当你数字有特别数字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算比较快。哎，好，那这张大概主要呢，就讲这些东西而已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有没有什么这个作业上面讲什么？啊，你注意，我现在用了这本这个所谓教科书的 PDF 的教科书，这是上一版旧版，所以题目不见得
完全一样，尤其是提号部分，提醒可能有加减。所以不过怎么样看，我们先看第一点，说 compute the following if they exist， 就是什么东西，就是说如果你请你计算这个结果如果存在的话，如果存在，如果结果存在的话，那什么叫做存在呢？比如说 A 是三乘二，B 是二乘二，这两个 size 不一样，这就不存在。有人回答我的话，三乘二。我的旁边有一台笔电在回答我三乘二的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 size of the matrix，OK？那这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叫做，先把这题把它打下来。接下来，然后这一题呢，把它贴到这里。我这一题主要是问什么呢？问说如果 A 是三乘五，B 是五乘二，C 是等等等等等等等，CD。Determine the following matrix expression exists. Matrix expression exists. 不是不是，如果存在的话，请告诉我它的 size 是多少？比如说，我们这边看 AC 啊。A 是多少？A 是不是三乘五？C 是多少？C 是三乘四，所以 A 乘以 C 是不存在。OK，那这是第 C 条，我们再来看第 G 小题。两倍的 EB 加上 DA，E 是多少？E 是不是四乘五？B 是不是五乘二？这两个乘起来是不是四乘二？那 D 呢？D 是四乘二，A 是三乘五。因为这个东西不存在。不存在加，存在加不存在，四乘二加不存在还是不存在？对，是不存在。可以吗？好，我们再来看下面还有什么题型。我们挑就挑重点来讲啊。这个到最后这本书。一个特征就是说，到最后它会有这个所谓 miscellaneous result。我们先把这部分把它看掉，然后根据这几题，我们来问各位，这个就是所谓的是非题，是非题。是非题。是非题，来，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个是非题。我们先看题目会怎么写。题目是说 "State with a brief explanation whether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whether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are true or false."
True or false？所谓 true 呢，就是真的。False 呢，就是伪的。换句话说，这就是谁写的 P， 这间写成 M。那我们先看第一题，他说如果 A、B 跟 B、C 存在，那么 AC 存在 ，OK？ 那我们看对不对 ？AB 跟 BC 存在，若 AB 跟 BC 存在，那 ABBC 存在，那我们先举几个简单的例子，先给它这个所谓通式 ：A 如果是 MN，B 如果是 EQ。C 如果是 RS， 这三个都不见得一样。然后我们看这个三个东西可以根据什么东西？可以根据题目的说，如果 AB 存在 ，AB 存在什么意思？两个东西可以乘，它的乘积存在，乘积存在表示什么东西？表示 N。是吗？然后 B、C 存在，如果 B、C 存在，表示什么 ？B、C 存在表示 Q 等于 U 等于 ，OK。所以我们就用前面第一个来代替，这两个代替起来，变成是说 A 是 M 乘 N。然后 B 是 N 乘以 Q， 然后 C 是 Q 等于 R 是吗？对 ，Q 乘以 S， 懂吗？我们现在都用这个东西来取代它，这个东西来取代它，所以是 MN， 然后这个是 NQ， 啊，这是 QS。这个存在的话，我想要知道的是，我想要知道可不可以推导出来说 AC 存在吗？AC 存在吗 ？AC 是什么 ？AC 是 A 等于 M 乘以 N，C 等于 Q 乘以 S， 对，要看。N 与 Q 是否相同？我交给音乐，你找到 AC 四 A 一。OK， 看这两个东西是否相等。如果相等的话就存在，如果不相等就不存在。可是题目要你回答 True 跟 False， OK？ 所以你不要回答说不。这样的回答是不对的，这样回答是不理想的，不理想的，不要这样答，那要怎么答？所以不一定就是什么不。就是 false， 以推理结果指出。反例，那你现在知道什么？如果 N 跟 Q 一样的话，它就会存在；那 N 跟 Q 不一样，它就不会存在。N 跟 Q 要不一样，
OK，那我们接下来看，如果 A 是三乘，如果我们先给它 T，也要 n 不等于 q，OK，n 不等于 q，那随便给字好了。如果 n 是三，q 是二，其他东西都不重要，好吗？其他东西都不重要。n，a 是 n，b 是 n，q，c 是 q，s，OK。好，准备要给它指了。我现在 n 是我用蓝色的，n 是三，n 是三，q 是二。Q 是 2，S 跟 R 不重要。比如说，我这边给四，这边给五，所以这个就是你根据你的推理所举出来你的反例，什么反？怎么个反法？A、B 四乘三。三乘二等于四乘二，同在，而且 B、C 三乘二，二乘是三乘五，存在，但。AC 是吗？A B B C A C A B B C A C A C A 是四乘三，B 是二乘就这样就结束好吗？利用。利用此反例来说明此公则之不成立，可以吗？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逻辑上面的一个推论，他们是讲这个样子。那我想这个，我们再讲，我们还有10分钟所以我们再讲下一题啊。这媒体考的东西不太一样，C。AB is never equal to BA. AB is never equal to BA. 因为我们知道，在乘法里面，乘法、矩阵、乘法。一般而言，不满足交换率，但应有例外。对，要能举出。基本上面例外就要考虑，一般例外考虑什么东西？零矩阵。单位矩阵，
这是大家最常会想到的。比如说 A 如果等于1234， B 呢0000， AB 呢就等于0000，也会等于 B。 OK， 所以 is never equal to BA， 所以这个是 false。 OK，这题目的命题是说这两个永远不会相等， never equal， 永远不会相等。你说他错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找到一个反例，他们两个是相等。再讲一次，题目是说这两个永远不会相等，然而你找出来一个反例，他们 AB，所以这个是不，这个通则是错的。哎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检讨到二点，这是2.1节嘛，这是2.1节的作业部分，其他这个已经可以继续往下了，因为这张一开始的矩阵乘法都是这个，都是高中都已经上过的东西。OK， 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，现在要来点名喽。所以录影我就录到这里。好，如果这个公布在网络大学上面，你还是有问题。那我们就你可以再送 mail 给我，要去你的那个检视权，好吗？检视权。怎么有人下课才要来加入 meeting？ 哎，今天登录，好了，今天用白板答右好吗？请各位用白板答右。现在先点 UH 的二号45，林宇智，先点 EB 的 IED。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、四号、五号、六号、七号、八名是谁？阿米和是谁？还没啦，现在到七号而已。七号没有来。林宇轩有 ，OK。八号、十号、十一、何博文、十二、十三。
十四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。19号，20，21，22，22，23，24。我德安有没有来？有，二五、二六、七、二九、二九，红四班，30、三一、三二、三三、三四。三四，最后一次，比一测，三五，三四五，林立言，三六，三十六，蔡佑贞，三七。三八、三九、四十、40号，跟我电脑坏掉啊？没有，四一、四二、四三、四四，欧子荣有吗？有。张博祥，44号有吗？有，45、46、7，很重磅。48。李小林，四九，五一，二 B 五二四，二 B 二四，二 B 五六，五八，二 B 五八，五九。三 A 三一，三 A 三一，阿空是谁？阿空是谁？三 A 四十，三 A 四十，和平，不对。黄伟浩，黄伟浩，黄燕池，黄燕池，黄毅，周伟轩，奇怪了。三七，还有谁？这样对不对？这样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，录制结束。